州大家都比较熟悉，在《琅琊榜》中饰演足智多谋的秦国者，不仅精明能干，容貌也是美艳动人，入木三分的演技精彩绝伦，圈粉无数。再到《伪装者》中反派人物汪曼春，即使搭档胡歌、靳东、王凯等实力派演员，王鸥也丝毫不逊色，演技收放自如，让人又爱又恨，足以证明他的实力。从长相来看，王鸥五官精致，透露着古典的气质，十分耐看。穿着皮衣戴着墨镜的王鸥走起酷帅路线，有没有被这样的王鸥聊到呢？王鸥颜值高是毋庸置疑的，他在穿衣搭配方面也是非常有个性的，白色 T 恤搭配红色不规则荷叶裙，一双雪白的大长腿十分吸睛。舞台上的他瞬间成为全场亮点，穿上淡粉色上衣的王鸥更加温暖大方，搭配棕色皮裙凸显出成熟的女人气质，画上精致妆容的王鸥既时尚又减龄，一波甜甜的微笑来袭。现实中的王鸥是个爱笑的姑娘，特别有感染力，你们感受到了吗？